就同我小豬蘇倫哥啦，係嘛？都咧，我哋今日咧都會介紹少少零數學嘅。終於講零數啦，係啊，真係好多人都好懷疑，如果我呢個節目唔講零數咧，咁樣萬眾期待啦嚇。以我所知咧，零數學咧就係關於啲出生日期啊、加加減減咁樣嘢嘅。咁其實我咧都曾經咧上過小豬嘅零數學嘅堂嘅。咁我會發覺裡面好多資料咧係好多好多好多，而係唔係想象中咁簡單嘅嘢嚟嘅。咁、哦、不如你講下咩叫做零數學啊？嗱，零數學其實係差唔多有好多千年嘅歷史，四五千年嘅歷史。咁咧佢咧就係、是、相傳咧就係、是、以前古時嘅祭司祭祀嘅時候咧，以前啲祭司祭祀嘅時候咧，佢、嗯、會覺得用幾多嚿石啊，用幾多隻羊啊，幾、嗯、多樣嘢，所有呢啲數字咧都有一個好 divine 好神聖嘅意義嘅。即係有講究嘅。有講究嘅。咁係咪每次都係咁嘅數字啊？定係？次次都唔同咧，佢唔同嘅節氣咧係有唔同嘅一啲咁嘅樣嘢嘅，咩數字代表啲乜嘢，所以咧佢覺得呢樣嘢係咁神聖嘅一樣嘢咧，甚至乎嗰啲即係好似係一啲所有嘅佢用咩，總之所有嘅嘢去祭祀入邊所有嘅規條咧係好神聖嘅嘢嚟嘅，咁所以咧以前只係咧口傳同埋秘傳，即係師傅講俾徒弟聽，徒弟就講俾徒弟聽咁樣，咁就冇記錄落嚟嘅。明白，你要成為祭司先至識呢啲嘢嘅，即係又係秘傳嘅嘢嚟嘅。冇錯 ，OK 咁然之後咧，跟住咧就咁就去到猶太教嘅法學博士咧，係啦。咁然之後咧，就真係將呢樣嘢記錄咗落嚟啦。好曾經記錄咗。咁樣咧，咁呢樣呢一啲嘅記錄咗落嚟嘅嘢咧，咁啊輾轉反側咁咧，都咧就傳到去希臘呢個地方。咁大家都知道希臘即係大放異彩。大放異彩，所有知識去到佢度咧，都會被發揚光大噶啦。所以咧，當時咧，希臘咧，有一個仁兄咧，其實大家一定聽過呢個人嘅名，佢叫 Pythagoras， 北達哥拉斯。咁咧 ，Pythagoras 咧，其實咧，佢當時接觸零數嘅時候，嗰位數學大師係咪就係嗰、那個？北達哥拉斯咧，就如果你有讀過畢氏定理咧，即係Pythagoras theory 咧，即係 a square 加 b square 即角三角形 ，a square 加 b square 等於 c square。哇！犀利啊！呢個定律啦嚇，咁咧就就係呢位大師嘅畢生嘅其中一個好有名嘅一個 theory 啦。咁然之後咧，咁咧佢咧接觸呢一個 nemology 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係非常之有名嘅數學家嚟㗎啦。係，因為佢本身佢係對數學好多研究啊嗰啲噶嘛。係啊，咁所以咧，其實大家認識數學咧，其實數學係好邏輯啦，好合理啦，好 rational 嘅，好即係好理性化，好理性化嘅嘅一樣嘅學説嚟嘅。咁但係咧，當 Pythagoras 咧，你如果你有真係去睇佢嗰個生平嘅時候咧，原來 Pythagoras 咧喺佢人生嘅晚年啊，佢係由一位數學家變成一個哲學家、精神學家同埋靈魂學家嘅。哦 ，OK， 因為我哋讀書細個認識佢，只不過數學家嘅啫，咁就冇好仔細去認識佢嘅生平。即係佢晚年，佢就係由一啲好理性嘅嘢轉咗一啲好感性、好 spiritual 嘅嘢。係啦，咁然之後咧，佢都有講咧，就係咧，佢喺個著作入邊佢講過咧，佢話數字咧係將好多嘅秘密寫咗落去嘅。其實，呢個世間好多嘢都可以用數字去解出嚟嘅。明白。係啦，咁咧就所以咧我咧其實。坊間咧流傳至今咧嘅 nemology 嘅學説有好多套嘅。係啊，我嗰日都聽你講過啦，即係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時期，佢都有唔同嘅。希臘有希臘嘅一套，印度有印度嘅一套。印度係講緊古時嘅。古印度有一套佢嘅 nemology 嘅。但 OK 嚇、咁咧如果喺西方亦都流傳緊另外一套 ，which is 即係最 general 我哋平時接觸到嘅一套 nemology。咁咧。但 numerology 咧，響中文嘅 terms 咧，啲人會點樣講㗎？嗱，一定叫生命數字，有啲叫數字學，我就中意用零數學，靈魂嘅零，數字嘅數，零數學，我中意用呢個 terms 嘅。咁咧，其實呢幾套 numerology 咧，我都有睇過一啲佢嘅資料嘅，有研究過一啲佢嘅資料嘅。咁咧，亦都所以咧，我即係其實我而家教或者我。而家用啊或者講嘅 numerology 咧，都係我 integrate 咗、綜合咗一套，我覺得
又同賽斯好 match 嘅一套嘅，我覺得最對人最有幫助啊，或者對成長最有幫助，或者學去退。去演繹人生啦，我覺得嚇，係最有幫助嘅一套嘅學説嚟嘅。嗯嗯嗯，咁有冇話主要你係最主要係 base on 邊一套為主嘅？其實真係冇，即係總之就集 base on 賽斯為主 ，base on 賽斯為主。OK， 咁咧嗱，零數學咧嗱，我認識嘅就唔係好多啦。咁我就知道最多嘅時候，我哋就要嚟計咧，即係出生年月日啊。我個人係屬於邊一個數字嘅嘢嚟嘅？嗱，其實零數學好得意嘅，好多人咧，譬如你睇雜誌都會有有啲後邊有啲星座啊、數字啊，或者咁樣嘅去講啦。啊，咁但係咧就好似星座咁樣，如果你就咁簡單睇十二星。宮嘅話，咁你係咩座？呢個世界有啲咩？唔係呢個禮拜世界，呢個禮拜有啲咩嘅運程咁樣？咁但係真正你係了解呢、這個astrology 咧，占星學咧，其實佢係一套好複雜、好複雜、好博大精深嘅一套學説嚟嘅。即係如果星座只係占星學裡面少少嘅嘢嘅啫。係啦，即係如果你已經用十二個星座去籠統地講嗰個人，譬如而家去到邊個位啊，或者佢有啲咩嘢會發生嘅話，係好籠統、好籠統嘅。因為即係好簡單，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哋有上升星座啊、太陽星座啊，又或者我哋有唔同嘅，我哋有個盤噶嘛，有個占星盤咧，去睇到好仔細、好仔細嘢。其實咧，astrology 占星咧學咧，都係可以好 accurate 咁去預測到，甚至乎係去睇到呢個人會面對一啲乜嘢嘅狀況嘅。即係佢 life path 係點樣嘅嘢？係嚇，咁咧同埋數學咧。其實咧喺西方神秘學入邊咧，後嚟發展到咧喺喺呢個中世紀嘅時候咧嚇，後嚟發展到咧其實西方神秘學好得意，個名咧係叫做煉金術。哦，即係嗰個 terms 嗰個 alchemy 啊嘛，係嘛？嚇，好得意。咁然之後咧 ，anyway 嚇，咁其實佢有幾個好大嘅 mainstream。係啦嘅主流嘅，又或者係個切入點嘅，咁好多人接觸西方神秘學咧，可能係塔羅啦、Tarot 啦，另外一樣嘢就係 astrology 啦，即係占星學嚇，或者 numerology 啦，然之後咧就開始再去進入佢哋唔同嘅範疇，可能卡巴拉範疇啊，或者係另外嘅一啲一啲其他流派嘅一啲嘅範疇嘅，咁所以咧其實咧佢有啲似中國嘅。紫微啊，八字啊，其實頭先都想問你，又係即係一啲統計啊，定係 base on 一啲資料佢去做分析定係咩咧？嗱，咁追溯到咁多年咧，其實好多兩樣都有人講。咁但係我話點解佢似中國嘅學説咧？因為你明白呢、這個八字啊、紫微，其實佢有啲嘢係互通嘅。譬如天干地支啊嗰啲名稱啊，又或者有啲嘅嘅入邊嘅系統係互通嘅。咁但係咧，同樣地咧，其實塔羅啦。astrology 咧，點樣 knowledge 咧？佢都有好多嘢係互相滲入其嗰個學説入邊嘅。譬如喺一副塔羅牌入邊咧，佢有整套嘅點樣 knowledge 嘅系統喺入邊。OK。同埋佢有一套嘅 astrology 嗰個系統喺入邊嘅。哇！喺咁複雜。喺一副牌嘅架構入邊係有呢一樣嘢。咁亦都好，所以好多人會因為可能係因為 tarot 去涉獵去到 astrology， 或者用因為 tarot 去涉獵去到呢個 numerology 都會嘅。咁所以即係一套學説嚟嘅咯 ，numerology 係。咁、今日當然啦，呢、這個節目我哋講 numerology 啦，咁樣咁我哋就可以即係同埋即係其實真係咧每一個數字，我覺得 numerology 到今時今日對我嚟講咧係一套哲學嚟嘅。咁以你嗱用咗 numerology 咁多年啦、你最多用喺邊一個範疇呢？我最多用在對人，因為我知道佢好多嘅，除咗生命數字之外，有咩流年啊、流月啊，好多好多嘢噶嘛。我甚少會用在預測方面嘅。我會譬如我今年行流年乜嘢，咁我就會開始去體驗呢個數字，用我嘅體驗，即係我唔係用呢個數字去 predict 我今年做啲乜嘢。明白。去預測我今年做啲咩，而係我透過呢一年我嘅經驗。去更加明白每一個數字，因為我記得以前咧，你做過一啲功課咧，就係、是我 base on 我呢一年嘅數字大概會係點樣，然之後你去知道我要有啲咩功課要做嘅課題，係啊，啲咩課題要做，或者調翻轉頭用
很多年我們以往發生的大事呢，我們可以看回原來每一個課題呢是很清晰在那裡發生的。因為呢、就是、我一直都譬如、就是、塔羅和涅槃多次我都不太推崇那些預測性、啊或者宿命論的東西、因為呢其實大家都明白在賽斯的理念裡面呢是、未來呢是叫做一個 state of becoming 嘛，一個成為的過程、所以呢未來是每一個當下每一個片刻都在變化緊，而且生命展示的形式是有很多種可能性的，千萬種可能性、我們要即係 flexible， 我們 be flexible、我們要柔軟到呢，不是去即係很多人都很想預知未來，但是我覺得用一種探索啊、冒險的精神去看我們的未來，反為人生比較開心一些。我其實很同意你這個說法，即譬如說如果你拿一些這麼高深的學問只是要來占卜，我覺得真的浪費了它。是的，因為剛才我說過念念到今時今日來說對我來說是一套哲學、因為它每一個數字其實都有很深的學習 的範疇在裡面、它會雖然它說到人的性格、其實呢我想說呢 在這個、賽斯的學術裏面他會講過、未知的實相裏面他講過每一個靈魂出生的時候、所有的星宿、時空都會為這個靈魂呢轉移去到一個最 perfect 的位置、所以其實裝定閒呢即你的譬如占星、你的星盤、你的命盤到底是決定了你的命運呢，還是這個靈魂根本選擇了這個命盤，選擇了這個時空，即係生命數字就係你要出生時間啊嘛，而嚟到呢個人間咯，呢個係其實我好覺得係每一個靈魂，你個主權都喺你嘅手入邊嘅。嚇，每個朋友，你嘅主權都係喺你嘅手上邊。我希望即係我成日都好推廣呢樣嘢，就係如果你學呢啲學説嘅話咧，唔好搞到自己咁無力啊。即係其實應該我哋講咧，就話有好多人以為覺得啊，我出生係我係呢個數字，所以咧我就要經歷呢啲嘢，咁啊好似佢一個被動嘅形式。但其實應該反而調翻轉頭，就係因為我哋嘅靈魂呢一世要去體驗呢一啲咁樣嘅課題，所以我哋選擇咗嗰時嗰刻嗰日，所以我出生咁樣。係啊，所有嘅力量係喺你嘅手上，你係非常之有力量嘅。所以不是將命運定了你就好像很無奈地去過你的人生，並不是這樣。我希望 就算我接下來可能一集或者兩集去講這件事的時候，大家由這個心態開始。可以進入這個我們的數字嗎？好了，我們先講出生數字的架構先。好啊，譬如一個人，我想問出生日期有沒有改的？出生日期沒得改，是啦，即是這一堆數字呢跟你在這個時空出現有關，你跟這一堆數字同時出現的，是，所以一九幾多年幾多月幾多日幾多時幾多分這樣呢、這個就是你的出生時間，這個就是我們叫做你的先天數，這個架構裡面叫先天數。好啦，譬如是、一個 example， 譬如有個朋友呢九七四啦，八月咧，十一月啦 ，OK， 十一月啦，二十九日出世啦，OK， 好啦，咁然之後咧，有一個嘅 formula 咧，大家一定要記住嘅嚇、如果即係我知道坊間有好多計算嘅方法嚇，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想學術性咁樣研究上咧，通常我哋會用一條咁嘅 formula 叫做咧年和。年和，是啦，年的和加月的和加日的和加了它 OK， 所以呢在這裡年的和是多少？我呢就計到21，是啦，月的和呢我計到2，日的和11，嗱29加出來是11，並不是2，因為很多人就會 round up 咗去到2嘅，29，因為咧係啦，即係我成日都想講，好多人咧去學呢一套嘢咧，成日都咧搞唔清楚29嘅和係11，佢哋因為我哋好興去 round up 啲數字，佢就會將佢 round up 去到2嘅，即係一加一等於2，跳咗 step 啦，跳咗一個 step 嚇、記得係加佢嘅和數啊嘛，和數就將呢個四個數字加埋就和數，係咁簡單嘅啫。所以21加2加11係幾多啊？21加2咪23咯，23加11咪34咯。係啦，34啊，咁所以咧，
34呢個數字咧，我哋叫做後天數。後天數，我幫你手寫好。係啊，後天數係 OK。好啦，必須講咧，有啲人嘅後天數咧係兩個位嘅。嗯。有啲人後天數咧係四個位嘅。四個位咁多？點解咧？嗱 ，example， 如果有個人加出嚟嘅後天數係37嘅話，嗯 ，OK， 咁咧嗱，呢個後天數加出嚟嘅。再要去 round up 佢嘅三同埋四，今次三加同埋四咧就要相加啦。嗯，啊三加四系几多啊？七就系佢嘅主命数。七嘅就系个主命数。系啦，主命数。OK， 好啦，如果三佢加出嚟系37嘅话，37嘅相加系几多啊？十一零，即系一零咯。系十，系啦。嗯，咁咧？我哋是要再相加的主命數是1至9的、嗯、是不會有10的所以再要相加就變成1嗯行不行所以呢講多一點真正呢我們在學術上面或者 在 Limitology 這個範疇在靈數學的範疇裡面去稱呼譬如這個仁兄他在1974年11月29日出世的話他是3、4我們呢是這樣他是一個叫做3、4縮一撇七的人嘅，得唔得嚇？咁、okay. 然之後咧，如果佢加出嚟係37嘅話，然後再變成10，再變成一嘅話咧，喺零數學嘅系統入邊咧，佢就叫做一個叫37縮101嘅人嘅嚇。咁、嗯、咧、啊、就、嗯，所以咧，譬如呢個人興嘅時候咧，佢個後天數就係34，個主命數就係七。而呢個仁兄咧，佢嘅後天數就係3710，主命數係一。嗯，得唔得？我估好多觀眾咧都應該可能咧計到咧亂曬大腦啦。係啦，即係簡單啲重複一次就係我哋將我哋嘅年加埋月嘅和加埋日嘅和加埋，然之後咧我哋就將年月日三個數加埋，咁我哋就會出咗一個後天數。年嘅和加月嘅和加日嘅和。加出嚟嗰個數字咧，就成為咗你嘅後天數啦。咁樣後天數，後天數咧個相加個 digit 咧係要相加嘅。出嚟嘅話，如果佢係出咗個單數，如果加一次嘅話咧、嗯，就係、是、譬如呢個咁樣347，咁就係佢就係後天數有兩個啦，主命數有一個啦、嗯，因為最後嗰個數字就係主命數嘛。係 OK， 但係咧有時相加係可能兩次，如果三十八嘅話，38就會112啦。明白、啊、如果是39就是123、嗯嗯、這樣 OK 行不行行我想應該都很清楚的了、啊、大家這樣呢就、這個就會是你們零數學的一個架構、一個架構行不行但是主命數又代表了什麼、大家可以用時間去加它的、那個生命數字先、啊、但是呢、先天數呢就是、我哋用翻蔡司個學説嚟講啦，就係、是、咧，我哋每一個靈魂咧係會選擇一個藍圖嚟出生嘅，即係我哋嘅生命藍圖。係啦，咁、然之後咧，你會去好似寫劇本去設計你嘅藍圖，譬如你係東方人。女性香港出生，我的父母養母是一啲點樣嘅？我整個家族有啲咩嘅狀況？我在呢個時空入邊嚟到呢度去體驗呢樣樣嘢嚇。咁、所以先天數嘅含義咧、就好似咧，我成日都覺得你買咗一張套飛券，你就決定入去嗰度去體驗嗰場套飛啦。或者去攞你嘅材料去投胎啦，或者係嚟到呢個人間啦嚇、唔好意思，可唔可以阻你一陣？頭先咧，我哋咪講咗後天數同埋主命數嘅，咁、你啱啱出咗個先天數係咩嚟嘅？先天數，我先咪我啱再講咗，你出生日期你嘅先天數嘛？呢、這個出生日期就叫做先天數。喂，頭先已經講咗， okay. 出生日期係你嘅先天數。明白，即係呢度係我嘅先天數，計咗出嚟就後天數，跟住出咗最尾嘅單位數字就指命數。係啊，好 ，OK， 呢個係你嘅先天數、後天數同埋主命數。OK。OK， 咁先天數就會係咧，你好似入咗去嗰個鋪飛嗰個地方咧，你揀你嘅材料落去你嘅碟度啊。即係話可能我鋪飛係西式嘅鋪飛，或者泰式嘅鋪飛，或者係中菜嘅鋪飛，或者日本菜嘅鋪飛，
就是不同的菜定是什么的？不是，而是你譬如一個 buffet 你有什麼菜都有、嗯、你就決定我有什麼的元素加落去我的碟度、嗯、我的組合是什麼、嗯、OK、啊、所以很多人問我呢，即因為每一個數字呢它都代表一個性格的、嗯啊、它會有一種性格的特徵或者是一些學習的課題這樣。那有些人就問我，如果呢這裡有很多個相同的數字跟它主命數又是這個數字，譬如我這裡有很多個一，那個主命數又是一，那邊個一呢對佢影響最大呢？我就成日都答翻佢咧，就係菜心炒牛肉，菜心重要定牛肉重要呢？係一樣咁重要先出嚟好味嘅個菜心牛肉。所以咧，每一個人都係一個好獨特嘅組合嚟嘅。嗯。嚇、啊，冇，亦都咧，希望大家知道咧，冇一個數字好過另外一個數字，或者係差過另外一個數字。係呢、這個我都係咧，有時同啲朋友咧一講零數學咧，佢哋就會話：哎呀咁。九號好啲啊，定係七號好啲啊，定係五號好啲？佢哋成日都有個比較的。係啊，所以唔好攞啲數字嚟到做嚟藉口，又或者啊、哎、你好啦，你咁多個一，所以你點我就冇啦咁樣。其實咧，每一個人都係一個好獨特嘅靈魂，你有你一個獨特嘅氣味嘅，係屬於純粹屬於你嘅、嗯啊、所以即係呢個就係你咯，呢、這個就係你，你就係呢個咁嘅組合，得唔得 ？OK 嚇、啊，咁我咧，咁咧跟住咧就係、是有些人都問我了，是不是哪個數字和哪個數字夾、哦、即是類似譬如說我的性格，我一號人我是不是夾五號人，我們就會好一點那些夾、啊、但是呢、嗯、我也都可以這樣說，就是每一個數字有一些 很正的東西、嗯、和很老土的東西的，我都明白、啊、所以呢、譬如那個人有很多個一樣，他有一最正的元素、嗯、但他也有一最老土的表現、嗯啊、所以呢、嗯、我從來都不 buy 就是我跟哪個 number 比較夾，當然真的有一些容易比較合成的組合的、啊嗯嗯、但我會覺得你願不願意跟這個人 work out、嗯、去打通那條管道，你願不願意去真的去，因為其實呢真的你如果你研究 knowledge 的話，你對人的包容度是會大了的、嗯、你對一些他的嘢係對人的明白度亦都大了嘅。因為以我所知咧，譬如你話啊一號咁，一號呢樣嘢咧，佢之前有一啲佢未進化，即係頭先講老土嘢咧、嗯，就係嗰啲唔好嘅嘢，或者叫未進化嘅嘢啦。咁、嗯、跟住佢會低層次嘅表現啦。跟住佢會經過繼續去經歷呢個數字啦，去學習啦。跟、嗯、住原來一號咧，佢亦都有啲高層次嘅行為表現。好正好正嘅表現嘅。係啦，咁我自聽完之後就係喎，咁、哦、如果我仲未進化嘅，咁我咪繼續去學習學習去進化到、啊。你會去即係當你去面對每一個人的時候，你會有一種的、同理心出現了、嗯、其實你的人際關係、嗯、或者你跟同事的相處、啊、跟一平日跟人的相處都會有很大的進步和進展的、okay. 啊、還有、啊嗯、不是我沒有這些數字就不關我事的、啊、因為呢剛才阿東東都提過呢，就會是呢我們有一個呢 life cycle 的，如果真的在這套學術裡面、嗯、我們有一個九年一個 cycle 啊、嗯、九個月一個 cycle 啊、嗯、那呢你仍然會進入那個數字 的氣氛、那個、能量範圍是的，那個氣氛裡面去經歷一些它的課題、嗯、所以呢其實一到九都是重要的，好心急啊聽到嚇，咁同埋咧好得意嘅，對有某一啲人嚟講咧，即係我觀察到對某一啲人嚟講咧，如果你嘅數字組合入邊冇嗰啲數字咧，嗯，你行到嗰個流年咧，對你嚟講你會可能吃力少少，即係會衝擊啲。嗱，譬如我哋呢度有一九七四一一二九，我發覺咧嗱呢度加埋咧，我發覺冇五嘅，冇六，六冇八嘅，係啦。咁即是話呢個人咧，佢去到可能佢流年要經歷五呢個數字嘅時候咧，佢會吃力啲。五六八，因為咧、嗯，如果你一早知道，你係食開魚嘅，嗯，然之後有一個大排筵席嗰度咧，有一條魚咧，你會可能食嗰條魚，你會知道哦，可能魚腩最好味。嗯嗯。咁、啊、但係如果對一個完全唔識、未食過魚嘅人咧，佢會可能咧就係、是、啊，即係佢冇心理準備，就覺得魚嘅味怪怪地嘅咁樣。哦，即係話可能，譬如話啊，如果那個人是經常吃魚的，或者譬如話佢係五號人的，咁佢就經常都經歷五號的嘢。佢有呢個 element 嘅話，嗯、當佢去進入呢一個嘅氛圍嘅時候，佢會容易去 manage 衝埋嚟嘅事件。嗯嗯嗯、但係當佢冇呢個數字嗰時候，佢會覺得陌生嘅時候咧，嚇、啊，當我呢佢真係去面對呢個狀況嘅時候咧，佢會有少少束手無策咁樣嘅感覺。即係手足無措啊咁樣嘅。但係
都係即係人生就係一個 cycle 一個 cycle 咁樣，咁所以咧，我哋每一個數字咧，只要你明白嘅話，都係一種經歷嘅過程嚟嘅啫。嗱、我哋呢、這個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下一集嚇。一陣間再見。Hello， 大家好。嗱，咁翻嚟咧第二節嘅神神秘秘啦。咁頭先咧，我哋就講咗一啲關於零數學嘅 introduction 啦，嘅簡介啦。咁咧零數學簡化咗嘅簡介，簡化咗嘅簡介，因為如果唔係可以講三個鐘嘅。OK。咁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咧見到咧，我哋黑板嗰度咧，白板嗰度咧就有十個數字。咁咧，阿小朱咧就會略略同我哋講下咧，每一個數字嘅能量狀況係咩？係啊，我先粗略咁講一講咧，可以幾何或者係一個最初步嘅能量狀態咧。啲數字嘅初步嘅能量狀態，等緊有一個 prelim 啊，一個好基礎嘅，好概括咁樣明白咗呢啲數字嘅嘢嚇。咁我哋讀個數字嚟咯喎嚇。咁我哋首先係一啦，一係點㗎？一咧嗱，如果我同你講，我第一嘅，你有咩感覺？咁即係有人渣過你咯，係嘛？有人渣過我，仲有咧？仲有啊！有人渣過我，同時即係代表點啊？我叻啲咯。嚇！我係第一啊嘛，係我係第一個嚟嘅，我前面係冇人嘅。係。嚇！咁咧啊，一咧好低少少，一呢個數字咧喺 limit knowledge 入邊嗰個 definition 好似好圓咁樣嚇，就係叫做咧從空虛中產生一點咁樣。其實從空虛中產生一點，其實好簡單嘅啫，咁樣就係一個一啦。這一點呢，在這個十秒鐘之前呢是不存在的。現在呢就有一點在這裡，從無到有，是不知道知，不清楚到清楚，不明白到明白。所以呢一這個數字呢，即是講少少，一號人很喜歡試新的東西，他不喜歡做一個 follower 的，即係佢中意，佢唔中意做一個跟隨者嘅，佢中意去拓展啊、創新啊，嚇啲嘢。如果係即係佢第一個做，佢會係好有動力去做嘅。即係佢做啲人哋冇做過嘅嘢，佢就最興奮嘅啦。接收前人嘅嘢嘅，佢自己好中意，好夠膽咧去做一嘅。OK， 一就係嗰種爆炸力嚇，嗰、個原創性，從無到有，係啦，原創性，係啦，同埋咧。好啦，跟住咧一點再加多一點咧，一點再加多一點會形成乜嘢？兩點咯，兩點之間會形成，就可以拉成一條線啦，就形成一條線啦。OK， 嗱，我想大家去想像一個動畫，呢、這個動畫咧嗱，因為 limit knowledge 咧，佢係一啲咧好 V 嗡嗡嘅嘢嚟嘅，好靈性嘅嘢嚟嘅，咁所以咧，我哋會有好多 feel 嘅嘢，因為要了解呢數字，我哋用好多 feel 嘅嘢，所以咧嚇而 feel 嘅嘢係好 abstract 嘅，好 feel 就係感覺，好抽象嘅。咁但係咧我又會用一啲抽象嘅方法，等你去明白呢啲數字嘅嘢。好 ，OK， 好啦，大家諗呢個動畫，個動畫就係有一樣嘢喺呢兩點之間騰來騰去，不斷喺度騰來騰去，諗住呢個動畫，然之後咧，咁咪即係諗個人。跑完你呢邊又跑過邊，又可以，又或者有一粒嘢，好似漫畫咁，有一粒嘢，有一粒小點喺呢度走來走去。係啦，呢、這個動畫如果要你諗一個形容詞，你會諗到啲咩呢？我諗到左右為難。左右為難，仲有咧？非黑即白。非黑即白，仲有咧？啲啱人唔啱，啱人唔啱。OK， 係啦，咁所以咧，嗱，我。好早期咧去研究數字或者我教數字嗰陣時咧，二咧我以為好簡單嚇，佢係是非對錯黑白陰陽，相對就係二嘅元素。是非對錯黑白陰陽。係啦，即係一啲相對嘅嘢。相對嘅嘢，但係咧我發覺咧，當我再研究落去嗰陣時咧，我淨係講咗一半啫。我就係講咗一半，因為咧或者咁講，我成日都用呢個 example 嘅。如果我唔著牛仔褲嘅，咁如果我今日去買咗一條牛仔褲，咁呢個係咪一個一嘅動作？因為從此我嘅衣櫃會有一條牛仔褲嘛，由冇到有嘛。係啊。OK， 好啦，如果我而家去買牛仔褲，去到嗰個鋪頭入邊，如果嗰個小姐話你要 A 牌子嘅牛仔褲啊，定係L 牌子嘅牛仔褲啊咁樣，咁你即刻出現嘅心理狀態係咩？要揀咯。揀啦，仲有咧？
還有哪條好一點哪條不好咯，還有哪條對我穿哪條沒比較啦，選擇啦，還有哪條我穿了漂亮一點，哪條穿了沒那麼漂亮，喜好啦，忐忑啦，猶豫不決啦，這樣。所以呢，以這個元素呢，其實它除了是非對錯黑白陰陽之外，它還介乎在是非對錯黑白陰陽之間，所以是選擇、忐忑、徘徊、比較，即係究竟衡量呢啲字眼唔會出現，如果冇兩樣嘢嘅話，係嘛？絕對係啊！即係我得一個男朋友就唔使煩啦。大家可以開始感受得到咧，其實 念 knowledge 咧就係一道能量嘅動能學，可以咁講，又或者係一套幾何學，甚至乎係一啲嘅最原始嘅一啲嘅哲學嚟嘅。得未？當然佢推展到一啲我哋後來變成一套性格學啦。咁但係 anyway， 我哋最初步咁樣瞭解得未？二嗰、那個 OK， 好啦，點線下一步你估係咩？面咯、啊，係點線係面啊？嗱、當三出現嘅時候咧，就會形成咗一個平面嘅。係。好啦，第二個動畫出現啦。第二個動畫就係咧，如果呢兩點我哋釘實佢，這個小朋友咧，這個小點咧，就喺呢個板入邊走來走去，走來走去嘅話，你個動畫就應該是一個不斷變化緊嘅三角形嚟嘅，係得唔得？得 ，OK， 好啦，呢、這個動畫你有咩形容詞諗到呢？我有咩形容詞諗到啊？冇時停咯，冇時停咗咧？佢變化多端咯，變化啦，仲有啊，好似咁你話佢成日走嚟走去，即係佢唔會定咗落嚟啦。OK， 我咁樣幫你去了解一下。其實演繹咧，零數學咧都要都有一套哲學，一套藝術嚟嘅。OK， 嗱，如果你淨係識一個朋友嘅話，兩個人就係二嘅關係啦。二嘅關係咧就係、是我係女仔，你係男仔，或者係我高你矮，我肥你瘦，我白啲黑啲，我戴眼鏡你唔戴眼鏡咁樣。嚇，呢個係二嘅元素嚟嘅。係得唔得 ？OK， 但係咧，當你識多一個朋友仔，形成一個三角關係嘅時候，你的心理狀態會不會有變化？會，因為我可以揀，一是我跟這個朋友玩，我一是跟那個朋友玩。你會可能去選擇我去走埋你去這邊啦，還是走埋去這邊？如果這個人玩是玩得喜歡玩的，那我跟這個人玩的時候我會找他。這個人正經一點的，我傾正經事我可能去找他。這樣呢，同埋呢，你會跟 A 比較，也都會跟 B 比較，也都會跟 AB 去比較。OK， 嗱，其實真正呢，其實話咧，那個結果是啲乜嘢呢？如果兩個人的關係就是高矮肥瘦、黑白 ，OK、但是如果在三個人的關係入邊咧，就會出現了我高啲，哦，係啊，定係我矮啲，我肥啲定係我瘦啲，你會有一個定位出現了啦。因為你有一個 reference 嘛，可以多一個 reference。你多了一個 reference 嗰時候就出現了你的定位啦。其實呢，我成日都講唔好睇小呢個三角形，嚇、呢個三角形咧，如果你用行為學去讀去理解佢咧，人類行為學咧，嚇、佢係一個人類好原始嘅一個 learning model 嚟嘅，學習嘅模式嚟嘅。雖然佢係咁原始嘅學習模式，但係佢學一樣咧幾重要嘅嘢，Who am I？ 我是誰？我是誰？嚇、點解我咁講咧？如果有一日有人跟你講，東東，你都幾孤寒嘅喎。啊？孤寒 ？OK。咩嚟㗎？嚇、我媽係咁教我嘅噃。嚇、我屋企個個都係咁嘅喎。嚇、咁樣唔啱嘅咩？唔係人人都係咁嘅咩？咁樣。哦，咁你發覺原來每一個人對錢嘅態度都唔一樣嘅。有啲人係慷慨啲，有啲人係緊張啲嘅。你就開始明白，你可能有你知道你嘅孤寒指數去到邊度。咁然之後咧，咁然之後咧，你可能中意人哋咁樣話你，或者唔中意，咁你學就會 adjust 你嗰個位啦。因為你要喺人之間，你要生存噶嘛。你要去同人有交流有困噶嘛，然之後你要即係想同人建立關係啊，被接納啊咁樣，你就會 adjust 啦。可能哦好啦，我鬆手啲，又或者唔係喎，我覺得我仲可以再緊多少少喎咁樣。明唔明啊？又或者有人有一日有人話俾你聽啊，你都幾執著嘅喎咁樣。咁然之後嚇咩、叫執著啊？有啲人唔執著嘅咩？哦原來真係有人唔執著嘅喎。咁你就睇到你嘅定位喺邊。然之後你根據呢啲咁嘅定位，然之後去 adjust 你自己。我成日都講咧，就係如果呢個世界啊冇發明個鏡，冇發明個玻璃。
你估你認識你自己有幾多咧？冇嘅，睇到嗰啲可能好多產品都唔存在。係啦，咁所以咧，我哋點樣認識我哋自己咧？就因為我哋同人有 variance， 有誤差。有唔同嘅嘢。係啊，你先至透過呢一啲所有嘅 variance 去知道你喺邊度，你係一個咩人，你係點嘅。你怎樣學你是怎樣的呢？我是誰呢？就是這樣的方法。即是我是因為我這裡我見到其他不同的東西，我就可以去調節我的定位了。沒錯了。好了，我想問了，你在變緊，你在動緊，你的朋友有沒有動緊？假設剛才就假設沒有的，但實際上應該是有動的。是每一個人都adjust緊他自己的嘛。是。所以真正呢三的圖形呢就是三點都動緊的。哇，那就變到亂曬大龍了。所以你的動畫應該你的頭腦應該開始發癲的了。就變到亂曬大龍了。所以呢還有我再講複雜一點，如果是一個團體裡面，可能是你的家人啦，你的同事啦，你的同學啦，你的死黨啦，就是一個很複雜的三角形的組合物不斷在這裡變化，每一個都在這裡動著。就好像有點像蜂巢，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即是很多個三角形一起在這裡動，很多個點形成不同的三角的組合體，然後不斷不斷在這裡面，每一點都在這裡調整著自己，即是已經變到無可再變到不停。其實事實上我們都是這樣運作的，在能量層面我們是這樣運作的。所以呢三呢這個能量呢，它演化出來的形容詞是變化啦，角色啦，定位啦， teamwork 啦，自我表達啦，survival 啦，生存啦，的這些字眼。因為呢如果我不講這個background 的話，你是很難將這些字眼呢套到落同一樣東西裡面的，炒得埋一碟的，你好難。其實呢剛才聽了我們三個數字啦，啊，其實你這個解釋呢令我呢對於剛才你說的詞語呢你就不用背的，因為你 imagine 到那一樣東西，基本上這些字眼你就自己會跳出來的。是啊，還有你可能會更加多豐富的字眼，但你要明白背後那個動能是怎樣。其實三都千變萬化的了。是的，你可以即推斷得到有少少人的性格在裡面的，其實。OK 好了，我們講完三之後講四了，死了，三都咁複雜，你會覺得四更加得人驚呢？但是呢其實不用怕，四呢就很簡單的，你將四樣東西放在一起呢，它都是一些這樣樣的圖形來的，或者是一些這樣樣的圖形。將四樣放在一起，是的。這些圖形給到你什麼感覺？很穩固啦，很穩固的。同埋佢嘅變化冇頭先你講三個感覺，你將四個波，砌來砌去都係咁嘅樣，你有咩感覺啊？好悶。即係如果你嘅男朋友係咁，你覺得點咧？睇下咩時候啦。如果我要玩嘅時候，我咪覺得好悶咯。我需要好安定嘅時候，佢咪俾到一個安全感我咯。冇錯啦，我不嬲都講緊每一個數字冇好同埋唔好嘅，再一次講，一張台有四隻腳，你覺得點啊？哇，穩穩陣陣幾好啊！係啦，咁所以咧，嗱，所以我咁樣問就會明白啦。如果你請一個 designer 係咁樣嘅話咧，就唔得啦，佢好 rigid 啊，嚇，佢冇乜變化性啊，佢永遠都係一板一眼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你請個accountant。又或者你請個 bodyguard 或者一個看監咁樣，佢又好 routine 嘅，咁你就會覺得好穩陣、好安全、好 accountable、好依靠得到啦，可以靠嘅，係啦，所以咧四呢個數字就係安全、保守、穩陣，就係咁樣，所以其實冇好同埋唔好嘅，咁即係有小變化啦，小變化，但係佢好密嘅，同埋你好難。拆散佢嘅，係啊，即係都幾難攻得入去啊嘛，個感覺好穩陣嘅一個數字嚟嘅。得唔得？所以四日比較簡單啦。OK， 咁嚇啊，我畫翻低少少先呢個。好啦，如果我而家係加一個落去，我加一個喺呢度，
又加一嚿喺呢度。你有啲咩感覺？唔夾咯，好似覺得唔夾。嗯。啊，或者覺得好多餘。多咗嚿嘢，即係多咗嚿嘢出嚟咁樣。多咗嚿嘢咁樣。嗯。啊，嗱，五嘅出現咧，係會將四嘅和諧打破嘅。呢個係一個狀況，但係好多人對呢個狀況咧就有唔同嘅睇法啦。嗯。啊，有啲人咧中意即係喺個 comfort zone 入邊，喺個安全嘅模式入邊嘅，佢唔好大部分人咧對於突然入侵嘅嘢咧，佢會覺得係抗拒嘅。即係首先抗拒咗先咯，我點知道你係咩嚟嘅？係啦，又或者、哦，你公司突然之間有啲咩變化嗰陣時候，你好多人咧會 resist 咗先嘅。嗯嗯。又或者係我已經定咗呢個方式嘅，我唔想改變喎咁樣嚇，佢會 resist 咗，佢會覺得係衝突嘅。嗯。OK， 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咧，佢都代表突破性，一啲新嘅元素入咗嚟，或者將一啲 rigid 嘅嘢去打破個自由。嗯。啊，即係我可以有衝出去嘅感覺。亦都我其實啱啱都諗起一個 term， 就好似重新，即係你有啲新嘅嘢嚟，咁你咪可以重新組合咯。係啦，但不過就係佢就係將一個已定嘅架式嘅架構去打破佢。嗯。嚇，咁有啲人對於已定嘅架式，佢就唔想打破嘅。有啲人就覺得哎呀好悶啊，好悶啊，好悶啊！終於有啲新嘅嘢嚟啦。有啲係 welcome 嘅，佢係代表兩種好唔同嘅心態嘅，仲好極端添。係啦，但係都係五呢一個嘅元素，所以佢又代表突破啦、自由啦、抗拒啦、矛盾啦、衝突啦呢啲字眼，嗯，就係代表咗呢種動能啦。明白嚇，得唔得？得。好啦，同埋好得意嘅喎，你留意一下咧，由一到五咧呢一條路咧，唔論你中唔中意咧，你都一定經歷過嘅喎。點解咁講咧？點知叫做我哋都一定你哋一定行過呢一條路嘅咩意思咧？好啦，當你去識一班新嘅朋友，上一個新嘅 course，開頭你自己一個人，係，然之後你係咪要學習同人哋互動合作啊？係啊，係啊，係。嚇，你要同人去交流啦嘛。OK， 然之後係咪更加複雜嘅互動啊？嗯嗯嗯。喺呢個團體裏邊，你係咪要攞你嘅定位啊？嗯。去找你自己的角色是什麼、嗯、OK， 好了，在個摸索得咁上下嘅時候，你咪開始 settle down 啊，啲嘢開始穩定下嚟啊。開始有一個模式啊，架構出現了啦、嗯嗯。OK， 咁你就希望 keep 住係咁，唔好變啦。但係呢個世界嘅嘢會唔會唔變㗎？唔會。係啦，咁就跟開始你會接受一啲嘅 adjustment 啦，一啲衝擊，一啲衝擊或者呢個固定嘅架構又會去面臨一啲嘅變化啦，係咪啊？呢條路大家都行過㗎。即其實基本上任何事情都是咁噶啦。係啊，嗱，甚至乎咧，我可以話頭先我已經講緊咧 ，numerology 咧同 tarot 啊嗰啲咧係有呢個相連性嘅。為咗去明白六至零呢個數字嘅話咧，我就必須講咧講一樣嘢俾大家容易去明白。因為喺塔羅入邊咧，佢好多都學説都會講到咧一至五咧就係三十歲前或者六到零係三十歲後，但係咧近呢十年八年嘅書咧，佢開始改成四十歲或者四十五歲嘅。咁得意嘅，系啊，因為好得意嘅。以前咧啲人咧就係七十就古來稀啊嘛，系啊，五十幾歲就拜拜嘅啦嘛，系啊，所以三十歲係咪半世人啊？差唔多嚇。咁但係而家咧年齡越大嘅話，同埋即係真係講真，三十歲未開竅嘅，平均壽命近八十嘅啦喎，而家嚇。咁所以咧佢就個年齡喺度 adjust。咁但係對我嚟講咧，我就唔中意咁 rigid 嘅，即係學每一個學説都好，唔好俾啲框架框死咗你自己。嗯，所以我會講咧一至五係一個探索摸索。累積經驗的階段，即暫時我哋當係前半生，但係你個前半生可以長可以短嘅。我都唔中意用前半生去講嘅、嗯，總之就係一個探索摸索，一個累積經驗嘅階段。嗯、而六到零咧，就係、是、一個你已經有咗經驗有咗體驗，比較一個老年 sophisticated 嘅階段，即比較複雜嘅，比較有經驗嘅階段啦、嗯嗯嗯。所以咧，點解我唔中意用年齡去比咧？譬如講爸爸同個仔，嗯。當然，爸爸是在樓下，個仔喺樓上啦。即係爸爸係已經去到有經歷啦，係咪？個仔就比較嚇實人生經驗喺度，仲學緊啦。經驗緊嘅，係啦。但係打機就可能調翻轉喎。咁梗係。爸爸係生手，個仔係老手，所以明唔明啊？生命數字只係一股能量，你點樣 apply 落去一啲生活上面嘅嘢？嗯嗯嗯。嚇，唔好太過 rigid 啊。即係其實可以係獨立事件咁樣去睇嘅。即係譬如可能我而家年紀咁大啦，但我學一樣新嘢。因為你記得頭先我講過咧 ，Pythagoras 佢話數字可以解釋生命好多嘢。嗯，你點樣 apply 落去嘅啫？佢係所有事件背後嘅一個 description。嗯，
咁所以咧，佢唔係淨係咁簡單去講，即係咁，佢可以好有活動性、好活化咁樣 apply 落去生活入邊嘅。明白，得唔得 ？OK， 好啦。如果係咁講法，我咁樣擺嘅係有原因㗎啦。咁我問翻你咯，如果一又係新開始，六又係新開始，咁請問佢哋有咩唔同咧？複雜啲咯。仲有咧？六嘅佢就係 base on 一有嘅經驗，佢再加上去咯。嗯哼。嗯哼。OK， 一係從冇到有啊嘛。嗯。OK， 從有到有。咩時候你會從有到再有咧？再要有咧？即係當你去到一個階段，你已經有咗呢一個根基之後，你再去建構上去嘅嘢咯。嗯。所以咧，嗱、這、呢個我咁樣舉例，你就會明白。所以如果你嘅另一半同你講，我哋由頭嚟過啊，好啊，呢個就係六啦。嗯嗯嗯，你哋已經有一啲基礎，又或者係另外一個 example， 就係、是、哦，我呢個行業喺香港已經冇生存空間噶啦。咁、但係呢一世人淨係識得做呢行嘅啫，我啲 friend 全部都係呢一行嘅，咁點啊？咁咪技術廠房人才喺第二度嚟過咯。我啱啱亦都諗緊就話、譬如我已經有我嘅專業啦，咁我再去進修呢一、這個能量咪係六咯，因為我基上我有嘅嘢，我再去一啲新嘢，再加啲上去。係啦係啦嚇，咁、又或者係有一個 example 更加抵死，我大伯好貼切嘅、我學生話俾我聽，佢話咧我明啦，開台就係一，四圈就係六，跟住八圈就都係六係嘛？冇錯，得唔得嚇？咁就更加容易明啦。OK， 好啦。如果二是選擇，七又是選擇，那你覺得在你的人生裡面，二容易選擇還是七容易選擇？那當然二容易選擇一點啦。為什麼呢？因為只有兩樣東西咯。為什麼七有這麼難呢？因為七你已經多了很多你背後有的東西去選擇。嗱，兩個橙選一個，你又這個回家。七個橙選一個，你又這個橙回家。搞什麼七個橙你要搞這麼久呢？因為七個橙你要看七樣東西才搞到一樣東西、所以兩個選一個你就放棄一個嘛、所以七個選一個你要放棄六個。哇，好多啊好啦，兩個橙選一個，你選到個爛的你覺得怎樣？我會half half啫，half half機會，咁一半一半啫咁樣。嚇，即係你都覺得好唔抵，總之選另外一個啦。但係都冇辦法，因為機會率高嘛。係啦，六個橙俾你選，唔係七個橙俾你選一個，你都選個爛的咧。死俾你睇！有咩理由都系七號人啊？有咩理由七個你都揀到最差嗰個？佢好有反應，因為佢自己本身係一個七號人，慶合後啦，正啦。所以咧，七本身已經代表有一個鬥志喺入邊。OK， 八咧，八咧，三咧就叫 survive， 八係 survival。人生冇錯喺個變化入面嘅，三咧就係喺入邊揾個定位，繼續即係上彎。但係八咧就係、你見到樓下都係比樓上嗰個心態更加深入一啲嘅。八就係點樣命聽喺呢個人生嘅變化入面去維持 survival 求存啊！好複雜啊！如果你俾我呢一個 statement， 我覺得八係啊，求存點樣？八號人係一啲好其實幾穩定嘅數字嚟嘅。佢哋嘅佢哋即係可以。求存能力好强嘅，你啱佢韌力好强嘅，嗯嗯嗯嗯得唔得 ？OK， 好啦，如果四又系保守，九又系保守，嗯，你觉得喺你人生入边，四保守，四嘅时候保守啲，定九嘅时候保守啲啊？应该九嘅时候保守啲，点解？咁你四得四嚿嘢啫嘛，如果九你里边有一大嚿嘢。佢咪更加穩固咯！你玩遊戲玩到最後一格，剩翻一格，咪執執咯，已經咪喐唔到咯。又或者你打麻雀打到最後嗰幾張，你會點啊？冇乜進退噶啦，即係都係嗰個局面梗局咯，我會覺得係。你會 not pay to win， but pay not to lose。呢個就係保守啦。對你嚟講，贏唔贏已經唔重要啦。嗰陣最緊要冇輸 ，keep 住行完呢條路去。得唔得？所以你個心情係唔一樣嘅。啊，得唔得？我明，我明，明啦嘛。好明，好明，好明啦嘛。OK， 而零咧呢個數字咧喺零數入邊個表達咧係咁樣嘅呢一點。呢一點你會點樣演繹啊？佢咪頭同尾搭埋一齊咯。佢代表咩？
咁咪碌嚟碌去都係個碌嚟碌去都係嗰個位咯。佢係起點，亦都係終點，又係一終點。嗯 ，OK， 佢亦都代表住咧一個 loop， 嗯，一個 cycle， 嗯，一個循環，嗯。好啦，你覺得人生我哋有幾多呢啲圈咧？人生有幾多呢啲圈啊？好多嘅喎、啊。無數的呢些圈是吧，小學畢業啊、中學畢業啊、大學畢業啊、又或者社會大學啊、第一份工啊、第二份工啊、第二份工啊、第一場戀愛啊、第二場戀愛啊，咁樣即係好似一個 pattern 咁係嘛？係啦，但係人生如果係一個一個咁嘅圈，你有咩感覺啊 ？Isol 嚟咯，啲嘢即係啲嘢好似係咁咯，即係。但係人生你不斷去行呢啲圈咧，咁咪即係。即係我嗱，我突然間好似只白兔仔咁，即係好似嗰啲咁白老鼠咁，係咁行，係咁行，咁行。啊哈！你可唔可以停啊？咁只白老鼠停，因為佢揾唔到起點、終點啊嘛。好多人咧，佢以為零咧係一個好消極嘅數字嘅，佢會覺得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講過，或者你朋友有冇同你講過咧，覺得人生兜兜轉轉唔知為乜。但係佢不停咁兜兜轉。咁、但係你覺得人生好似好 flat 嘅時候咧，每一日都係翻工放工啊，一個月啊，一年就係咁樣過啦。嗯。咁然之後咧，但係咧、其實咧。如果你將呢個圖形攞出嚟咧，咁樣打側去睇咧，其實佢係一個螺絲形嚟嘅。嗯嗯。嚇、你嘅人生冇錯，你係周而復始每一日咁樣過，但係你一定係 accumulate 嚟緊一啲嘢。你嘅人生係不斷地成長，不斷地進入唔同嘅 level 嘅，因為靈魂嘅本質係向上同埋向善，你係一定係 accumulate 嚟緊一啲嘢嘅。OK， 哇喺嗱，我哋今集咧就講咗零數學啦，講咗一至到零，咁啊好簡略咁講咗佢嗰個能量係點樣嘅。咁啊，跟住我哋下一集翻嚟，就真係再仔細去進入呢啲數字啦。嗯，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